海襟为丝，妙手冰洁，雍容华贵的花丝工艺代表了贵金属制作工艺的巅峰境界。从旧时专攻宫廷到如今传于民间，已经有不少人接触佩戴过花丝制品，并为其精致繁复的工艺所折服。但对大多数人而言，这项工艺一直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。在古代，没有制作花丝用的拉线板，工匠只能用榔头把金块锻打为一定的细度，然后用类似擀面杖的工具将黄金反复碾压，直到碾为发丝般细的金线，这一步叫做碾丝。现代工艺里有拉线板作为辅助工具，碾丝就相对容易一些，因此碾丝这一步骤现代叫做拉丝。拉丝时将金条放在压条机上上百次的反复碾压，直到成为粗细合适的方条状后，才能开始正式的拉丝。手工拉丝工具称为拉丝板，上面由粗到细排列着上百个不同直径的眼孔，眼孔一般用合金和钻石制成，最小的孔至少达到 0.15 毫米，甚至于比发丝还要细。在将粗丝拉细的过程中，必须由大到小依次通过上百个线眼，不能跳跃任何一个线眼，才能得到所需的细丝。最初拉制的金丝表面粗糙，要费很大力气，经过反复上百次的拉制后才逐渐变得光滑，这在行内被称为素丝。这款手镯仅拉线就要2天之久，这些发如丝的金线总长接近200米，搓制成为各种带花纹的丝才。师傅正在制作的这款花丝手镯，因为花丝太细，单独的花丝不能独立支撑，所以首先要打底，在佩戴的手镯内壁用纯手工锻打出一定的弧度金环作为胚底，用以支撑花丝，然后在这枝上铺一层细细的网底，网底是用手工编织的金丝，类似渔网状，根据手镯的大小来确定网底丝线的粗细，然后开始焊接事先编织好的各种花型。每个花型都是分开焊接的，一层花丝上面再垒一层花丝，层层叠加，这一步骤就叫垒丝。花丝工艺是一项非常繁复的宫廷技艺，对匠人的手艺要求极其苛刻。从网底到蕾丝，金线的粗细从 0.15 毫米到1毫米完全不同。复杂款式的手镯可以拥有多达20多种不同规格的金线。花丝手镯最难的部分在蕾丝，蕾丝就是将提前做好的各种花型按照图纸蕾在手镯表面，让它呈现错落有致的各种花型。从学习到操作这一步骤，至少需要10年的花丝焊接经验才能掌握蕾丝。蕾丝每层的金线粗细不一，熔点不一样，所用焊粉熔点也是不同，所以对于花丝焊接的熔点把握自然也不能一概而论。观察火候的时候，往往成败就在那一刹0.1秒钟之间，
花丝焊接所使用的焊浆温度高达上千度以上，所以极易造成金线的熔断与蕾丝的坍塌，这也是花丝作品出成频率极低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因此蕾丝也被很形象地称作蕾丝蕾丝。花丝工艺与錾刻工艺一样，在制作过程中需要使用上百种工具，而这种工具市面并无销售，必须全部由师傅自制而成。所以正因为花丝工艺的繁复加之操作技术难度极大，制作周期漫长，所以它的产量十分稀少。在如今快速经济的年代，花丝工艺已经接近失传，这也就不难理解在古代为什么唯有皇室才能拥有花丝工艺的饰品。雍容华贵的花丝镶嵌技艺代表了黄金制作工艺的巅峰境界，已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用心用爱的坚守，临朝珠宝努力延续着这门顶级黄金技艺。为保证花丝作品的完美性，我们花丝部门师傅均有15年以上手艺沉淀，才可以将您只有在故宫看到的花丝作品呈现给大家。